大家好，我是李云飞。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商讨，凡是赚钱的人啊，都有他赚钱的能力。我们今天来一起来看一看啊，具备这三种能力，我们想不赚钱都难。那首先第一点叫坚持能力。我们大家看一看，凡是有成功的人都有一定的坚持能力啊，坚持坚持再坚持，不代表我们今天付出明天就有回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任何事都有怎么样发展期啊和成熟期，再到最后的回报期。所以呢，我们选择去做一件事，千万不要朝三暮四，我们一定要坚持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那第二点呢，叫抗压能力。我们在遇做大事或赚大钱，当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这种抗压力啊，不能遇到一点小事我们就承受不了，那大事我们更做不了啊，抗压力。那第三个呢，叫做学习能力。凡是能赚钱的，他都有很强的学习力，因为社会在发展啊，知识在进步，我们想要掌握更科技更科学的这个挣钱的工具，那么我们就要去学习，掌握赚钱的知识，给自己的头脑去充电。好，今天就分享这三点，你希望赚钱呢，那么就赶快来学习吧。好，每天学习一点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朋友关注转发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